你还真做了些保佑他们的事儿啊。所以不管你做神做鬼，你要保佑人家，到时候你要想升级的时候还有贵人帮你说话。哎，那这样看来他是你的贵人了，他们这些是你的贵人了。跟你们说谢谢，他跟你们说谢谢，他也是你们的贵人，他帮你发财。你知道他是哪个皇后吗？叫导游小姐跟你讲。哎，哎呀，还真不错耶，你这个忍辱功夫又高，这个功夫难怪皇上会看上你了。当然这个皇上没种啊，敢做不敢当啊，他没种。你照照人家在那讲解，人家照照人家刚刚拍了半天手，好啊叫好，要帮他忙的。哎，对。哎呦，还真漂亮呢。哎，中规中矩。哎。哎。哎，你看中规中矩的，人家结尾也很漂亮哎，有始有终哎，不错。啊，带在我身旁啊，可是我发脾气来，你别发抖啊。啊。不会呀、啊，是我有错，您在教导啊。布施布施一种这个思想。没有错，我也会发脾气。我告诉你，没有错，我也会修理人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你不怕？你愿意让我跟随在你身边？这一点点羞，对我来讲没问题。你在当年也受了很多委屈啊，都不怕的，历练过了，见过大场面的。对，啊，那你的脚，看这个武功这么好，这个脚不会成问题的。当年是三寸吗？还是几寸呢？啊？差不多就是小脚。小脚啊，哦，那也辛苦你了。现在把它放了，解放了，啊，缠足解放，哎，好方便行事。这个是说，佛教嘛，就是像为什么咱们中国有这个佛教，而且有来上海的上师和大师，因为咱们信仰，就假如说你要信仰这个基督教的东西，就把这个基督耶稣啊上来，这个对方上来就说明，就这种。对，这个方便行事，法不常转。我们这样做啊，行走到哪，所以观世音有十大自在，这叫法自在，这个是法的自在，到哪里这个法的自在就出现。你看到没有，他把他的脚缠足以及身上很多都解放开以后，然后开始弘法了，对不对？无量感恩。好吧，跟着我走啊。好啊，啊，你要好好的再去普度众生哦，不要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不愉快了。您今天带我走，就跟着您好，在旁边打帮助。我以为你也是。好，我在进行有好，我不是在洗脑，就是对，请爷起来。哇哇，来拿着，走了。好了。哎呦，你还真是嘞，功夫够哎。这一般人跪下来走，脚膝盖会紫的耶。是的，功夫够哎，轻功够哎，哎，不错。好了，我不忍心了，来起来。
你说有趣吧，不要带我进去那个，免得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带我出来，我们去是向你然后呢向你诉说，诉说他的委屈，把他带走了，是的，有趣哈。然后呢，希望你跟着你走嘛。这该出来了吧，该起价了吧，你可等着人家起价了。我们终于可以起价了。在过去的时候呢，皇帝皇后起到要走的时候就是说起价了。好了呢，真的起价起价了，真的是起价。走了，见你摆价，让我们摆价回暖回暖。他们说那个他跳得很漂亮，很美。我说不是舞蹈，我说这是一种仪式。然后呢，我说他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息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讲这些故事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是拍电影的吧？我们比电影还厉害，百年之后就闻名世界。对啊，他说你是拍电影吧？我说没有，我们不是拍电影。我们还要写脚本，还要导演，对我们什么都没。历史人物在写故事。他的灵魂到这个时候才得解脱，带走了。他在那里怨，所以一个人怨，他不容易解脱。对，他在守他的那些东西遗物。其实，在这个周围呢，有很多就是陪葬的人，就是从最开始说古代的时候就有陪葬制，就是奴隶主死的时候，有很多大批的奴隶去陪葬。但是等到后来呢，历朝历代的皇帝呢死以后，也会圈定一些人去跟他去陪葬啊，陪他。等到明朝的时候呢，朱元璋到朱棣的时候呢，也有陪葬的人。但是等到明朝第七个皇帝朱祁镇的时候呢，这个皇帝呢做了一件非常坑人心的这个事情，就是说不要去人葬了，这个不要用人去陪葬了，太残酷了。以后呢，这个皇帝下葬以后啊，要用木俑，就是用木头做的俑，做的人，或者是用陶做的人，然后再去陪葬。所以这个他在这个周围呢，就朱棣这个陵墓的这个陪葬朱棣的也有一些宫女和这个妃子。所以这些有周围有好多被冤死的人。因为在过去说陪葬的人啊，一般都选什么没有生育的，就是说那妃子没有生育的，因为生育的这生育了，他就要有小，就是小的下一代要进行抚养，所以他就不会被圈定。那没有生育的人呢，就要被圈定去陪皇帝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大概有个30人、20人左右，吃饱了饭，就是让他们呢，赠他们一个宴席。之后呢？亮亮晶晶哦。好了，我们到这块儿啊。阿里半笑，国庆，我们的国庆朋友照相。赵源，你快点照相啊！要远一点啊。给钱钱啊！现在咱们就是自由活动了。妈妈的来，妈妈的给过了那个，妈妈的刚刚给那个了。不是给了吧？妈妈刚刚给了。那个是你说我留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留的了。你有几个啊？你刚刚有？就刚买一个。一个。这个不一样。求他放你。对呀。我们刚刚在那边加持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有那个表现出来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他就不甘心给他。骗了他这个。小心一点。你就求他饶你一个。那我求一个给妈妈。给妈妈好了。锦城呐、叫他要去掉傲慢性。你说求不下你的吧，你可以向人讲。我都在求的时候，你的傲慢性要改。给妈妈，妈妈身体不好，我们给他讲，好不好？妈妈，妈妈身体。受不了，业那么重，妈妈业太重。病现在病得很
让他多做好，好吧？妈妈嘛是孝心嘛，给他先带好，让他补后补后。脾气干嘛比人家大呢？别生闷气了，以后脾气那么大干嘛生？气不能超过三分钟，懂吧？哪有闷那么几天的？好了，好了，被挨骂了，一个脾气下来挨骂多久？气不过哦，当场不要表现出来，不要掉头就走，这样子很不礼貌，而且没有度量。那今天跟师傅出来，你又是大步吧？那你这种态度算什么？出来是给人家看，那是人家来看你还是怎么样？好严格吧，这个大师姐好严格，挨骂了吧？自己都不好还说别人，你赶快跪下来向天地磕头吧，你也不好，一起磕，两个一起磕，都不好，都是坏人，都是坏人，都不好，谢天谢地呀，谢祖先呀，让你们今生好了，好了。磕这么想接着接着哦，太向四方一磕头，谢天谢地谢祖先。你今天亲友的功德回向，把所有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多做不像。对，好了好了，头都破了还磕，我真疼呐！真的破了，肿起来了。肿起来了，长了大一颗。对了，我没感觉。哎呀，我皮厚头厚。管他了，惨了，这真严格啊。这个真严格啊！哎，接着接着，注意啊！他真的来真的，我还真麻烦呢。哎，注意啊！包包，接着他，不要让他真磕了。你回进，你要注意。哎，拜。好，够了，好。太贵了。冤亲债先还债，把我们的债先还掉啊！我看看。这一个加持过来，我妈妈。挂哪儿了？他那个钢头啊，人家有一个高人呐、一撞上去就受不了，流血了，他都流血了、哦。他都平常练功夫来的。钢头，他的钢头，我在武术。那个曾院长高人呐、那天以为自己的铁头功很高啊，就给他撞下，哇，太这个头太硬了，磕的，还倒退，三步啊，不敢碰他了。所以这个经得起考验。佛陀教导你吧。哎，我可没教这个功。来，坐下，吉阳。老子教的。过来。柔弱身子大天子，老是借刚强。太刚强了，容易断。扣人这个命要怎么保呢？在哪里找佛子呢？
老佛子呢？你要去学学弘法，去学大师的弘法。什么弘法去学习？去，然后这就找佛子。比如说佛子满布各地，不晓得谁也不认得。但是现在到了大中原的时候，上天呐、啊、很慈悲，我们只要修三分就加七分。像刚刚一路在消灾，你没有改，你不会改这些境界。你要修一次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一定带有使命，人不会无缘故就来这边，所以大家都是大佛，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所以你们就是多去劝善积聚。对，那这个就这就是我们师父的名字，那这个也是一个师父，我就想他后来写出来，就是在讲老师。对，所以我们师父就是到处去游览，但是随时你也可以。刚刚那个抽到的，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。你看他额头有一个无形的方印，这个方印两天前在厦门的时候，有一个师姐说他看到里面有中国坐在莲花上，这个方印。这叫通天印，很神奇哈、哦！昨天我们看见那个人在故宫哎。啊，昨天你们有看在长城是吧？看到在长城，我看到。看得到很亮，电话号码记下来，密切联络，网络有缘了，你就跟着大家我们有缘了。看见你们了，这太一个罗连接的派，我就发光了，啊，你有感应吗？你有感应吗？你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哦。有一个人在长城，他修得很好，什么道德什么标兵啊，当选中央啊，道德模范标兵，他马上就受感受到了，然后说我能够给你磕个头吗？然后他才讲出了他的故事。哦，真是了不起，修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这一路出来再看，修得好的都认出来。我们是收要收的，收圆了，收圆了。你可以看看，里面有介绍内容。你来，可以看，要不然。很有趣哈、哦。修三分，这个时候修，修三分，上面就加七分，圆满，所以很容易这一次修。没有的。没有电话。留个地址和电话，不用上网啊，留电话就好啦。写那个美金的地址，美金的名片，我给你写联络。有手机给他，留不是地址，你的名片。哦，苏州的，苏州是美金的，苏州的比你比较近啊。他也许有感应的时候，他就会找你了。对啊，找你比较简单啊，找我们还麻烦呢。以后你把你的名片接个圆，他找你嘛就找到我啦。我懒得查，偷渡出来吧。从昨天我背的，谢谢。我们自己两个人来，今天我太可爱了。有五个，有五个看见他们的，我们二十一啊。哦，对。如果你在那个有想跟我们没了，你再打我手机，然后他们连一口都想打手机过来，他就给你打过来，就省得配合。好，算辛苦的。字这个字光勇啊，光勇光勇的勇，勇敢的勇，光荣的荣，光荣的荣，荣华富贵的荣，对，是荣，是荣，对，很有，就是住在佛缘呢，住在苏州啊，苏州乡下，苏州的乡下，乡下好啊，空气新鲜啊，啊，吴江，他住昆山，啊，是昆山，吴江，我们在这那个嘉善啊，嘉善，嘉日的，对，浙江省的，浙江，对，嘉日的，嗯，你离嘉兴没多少的，哎，对，我们就在嘉兴附近，看到这里，这个，那有了。不一样的，内容不一样，谢谢啊。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山前山有多老。
一块唱啊！啊，一块唱。没有词儿啊？没有，接下词儿的。什么戒指高又高嘞？嘿，高又高。什么戒指半重要嘞？嘿，半重要。什么戒指成双对嘞？什么戒指棒棒巧嘞？哎，什么戒指成双对嘞？什么戒指棒棒巧嘞？好了，好了，会了会了，下回会了，下回会了。走，吃饭的以为烟火在这儿，门缝啊。我们可以这个墙就是藏保罗的地方了。你好，开始唱《青藏高原》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？忘了词了，你可以。重唱啊！重唱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我们没有这歌儿。找一个会唱的吧，大姐。没关系，紧张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忘了什么菜？要说还有孤雁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。崩坏的眷恋啊！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盘串，一座座山串相连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OK，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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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幸福，很乐观，很幸福。我今年70了，你呀，哎耶耶，看不出来，感觉我八十二岁，看不出来。请教，到香港，哦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请教？可以请教。所以很开朗，活着是很开朗，很开朗，对对对。对对哎呦，看起五十来岁。对。在这。长寿的长寿在秘诀，乐观是长寿那个拍拍照，拍拍照，拍拍照，哎，对对对，过来，照，快点照，来，回大姐，看一下，对一下，有点啊，现在状态冷啊。有缘人，再来一张。抽电话号啊，有缘人。哦，好了，一二三，美不美？啊，帮念珠结缘呀，结缘，啊，结缘啊，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人了。谢谢，我们天堂带下凡尘的人。哎呀，谢谢。好，谢。啊，这样的。挺好的。啊，这挺好的。那我明天给你。挺好的。来，办理。啊，可以跟他们联络。啊，还有人。明天这是有什么样的吗？对。一张给我，一张就好了。我们是温州的，温州，你没问题吧？温州，然后留电话啊，留电话，温州吧，哎，留电话，温州，13567607600，你们是在一起的吗？都在一起的，都在一起的。那你们可以把那个录音带互相传来传去。走了，你这个，我给你看这个哈，哦，你有啊。
哎，这你看，他给你拿一片，我介绍一下那个片子，那个姚命归盘，这个这个姚命归盘，他这个姚命归盘，你看的内容啊，你叫他看繁体字，好，看得懂。可以上网络。姚命归盘是姚氏金木的观世音四个字，观世音，他现在就来收人了，来收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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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个是哪里的？福建的，福建的。快点把那个文那个文中华道教介绍就知道了。你这个你可以吃上很美的，这个是这个是。这个就是这个，你们就叫观世音了。哦，观世音，你们两个人互相评分相换，还是一遍。谢谢啊，你们看看这是简体字，这是我的地址。嗯，发小米，发小米哦。这家温州啊，我说温州啊，近啊，然后就给他拿，丢拿的。对，你就叫他写那个地址回电话，要联络不能断线，啊，电话抄下来。先锋式的。来来就很多了，对啊，这个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使命要传出去。他这个叫够了。这个你要讲这种重。这样挺美的，花多美啊！好了没？好了没？那个那个花可以整理一下，把一些资料。等一下，你都。可以照个相吧。还有藏族啊，不会啊，等一下啊，聚集一下啊。不是你们那边，不是你们都100吗？
它这个地方就是有限了天圆地方，包括我们进入这个门以后呢，会看到它也是呈圆形的。因为天坛呢，过去古人认为天是无形的，而且是圆的，所以它的建筑呢，基本都是以圆形为主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道坛墙呢，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外形。啊，走到前面的南门呢，就看它是一个方形的，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一种理念。那么它是外围有两道坛墙，中间还有一个东西横向的，把整个天坛呢是分为南北两个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前面正前方看的这个圆形紫蓝色的，这叫启年殿。说天坛呢，它并不是说指一个建筑，而是指呢整体的建筑。它这个启年殿呢，就是每年正月初五的时候呢，皇帝要到这儿来祈求一年五谷丰登。那祈求的对象呢，就是皇天上帝，就是我们所心中所想象的天上最高的神圣建筑。每年的正月初五来祈求进行祈祷。说我们现在看前面的大屏幕，就是它所展出的，是过去每当祭祀的时候那种礼。那种制度，就像我们展出的就是启年殿。这个小横梁，它全都是由木立柱所支撑，然后形成了天花，形成层层收缩，最后造成了一个圆顶。里边四根大木柱呢，是代表了春夏秋冬。28代表是28星座。玩清楚了，来听听。天上就是这个大地图，玩清楚了。还有呢，36天罡，72地煞。它都是有不同讲的，是有。凤凰牌子是300年以上。啊，好丑哎！哦，漂亮啊！摄影师，来，摄影师这边，摄影师，带你。哎，你为什么他们找咱找不找肖伟和那个王中章呢？咱俩不就在边上吗？那俩人在那儿，他没看见。对呀，我看你坐上了。谢谢啊，不可降价，刚好大哥冷早下了。去给你上了。谢谢。该你的。哎，好，人上了哈。我个娘，妈，你站那儿过。明天再走着嘞。兄弟，找不着。好兄弟，站好了，站那边。建立这些神灵的牌位，还有清朝祖先的牌位，都是在这块进行祭祀的。咱们大家就可以了，可以在这块就是自由活动，然后我在门口呢等着，活动好了以后。你这么高兴，你们跟我讲每次都叫你，你都不跟我说，每次都叫了你。怎么着急啊？你过来。
在外圈呢是代表了一年啊，也这个二十四个节气啊啊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八根落地柱。那就称为早祖。笑笑，好 ，OK。下面去照，能下来下面那个才。
那个谁没上来，叫那个谁找你帮你找。背包，背包。身体要健康，丹田立足。你看这些日子好马不停蹄，感冒了还要再撑，那这个力量都是他们给我的。他叫我坐在上面，坐在凤像凤居呀、啊，像凤居凤卵，母娘啊，母娘驾凤居，母娘凤卵，你知道母娘啊，母娘驾凤居，凤卵。我不是讲吗？大地之母吗？在长城吗？有没有？有。
所以每个人修啊，他一次一次的他在做的牺牲，你们不知道。长城他做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牺牲了，埋伏在长城，做大地之母。是啊，叫凤脸，凤脸，感恩。啊，他们都说我身体这么好，都是您所赐的，都是您所赐的，都是你们看到我哪里，我到每个地方，那么多的仙佛，那么多龙天护法、龙凤都在帮我忙。刚刚你看，帮我这个关节，关节给我加力量。啊，这个咳嗽喉咙，他给我加，都帮我治好。护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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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力量很大，力量很大。你刚刚很厉害，很有灵感，叫我们这样走过来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样走过来。走过来这个地方空旷，会影响到别人，到这边来讲一讲，讲讲给他们大家知道。洒圣水了，洒圣水了啊！太好了，感恩。好多好多动物，好多动物哈、哦！而且动物先才是人，所以人不如动物。所以啊，很多动物都来想沾点佛光，所以很多动物赶过来。啊，人不懂，人的反而没有那个灵感，啊，所以他刚刚撒这个都是香的，对，很多动物，所以这个度万灵，度万灵，不是说只度人界，度万灵了。我们有一个歌，你去看我们那个圆通宝堂歌，上面有讲度万灵。有，你有一片吗？啊，有了，圆通宝堂歌。因为刚从进门开始，从我们照那个像那个龙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以为手麻了，所以我换背包背。可是就一直觉得这一边就是整个手就有那个气这样整个麻，然后看不出来。可是我知道我的手在抓着猪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手。所以他刚刚把一颗好大的那个金黄色的这样子的猪，就这样整个照下来。可是照下来之后是整个是红色，不是。好像说我拿黄珠，可是不是整个黄，是整个红紫这样，然后这样整片一直这样照过去，红光哈，佛光、紫光，而且那个光，哎，看看摄影机会不会照出来这个光，放在给摄影机会照出来，就是、相片刚刚有捕捉啊，宝琦，哇，光体，嗯，这样好绝，好，气好强，气好强哈，对，那个手会回不来，捕捉，嗯，好。而且那个凤好大只，那个翅膀在挥的时候啊，其实它有好多那个，因为像鳞片还是什么，就是像那个彩带那种，就整个这样垂下来，好美啊哈！对，而且这边有一个冠，很大的冠。对啊你在做的时候，那个整片的，就那上面会觉得像一个那个鞠这样做的那样整个，然后你的像是那个，就是好像一个那个母娘的老母这样坐在那边。然后便很多了，所以现在就是收敛了。你们听到任孩子啊，母亲缓孩子回来，所以一路在缓孩子回来。啊，现在我就说，假如再遇到我的孩子的时候，你们要给他讲莲缘普渡，希望那些孩子在那一带大放光彩，莲缘普渡。好，他的母亲收来不及收，让孩子来收，好，赶快收啊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真的很有福，因为我们看不到，可是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用手，不是在拿东西，是用手一直在这样拍这样子。哦，把这个地搞干净，不是我要走的时候，不是有东西，那有无形的那些，嗯，对，不敢走了，都用线来
从前艾瑞跟我在的时候是他知道公主啊格格啊跟我走，还有那个紫薇金紫金城的那个君位跟我走，现在竟然他们没办法跟我走了。换句话，现在我的国位高了，而国位高，当然现在他们就拿手来铺这个，把这个地都给我弄干净，让我走过去。嗯，所以我说现在是母娘身份出现，啊，母娘。因为他觉得你今天来一趟是何等的，对他们来说何等荣幸，他怎么可以拿工具来用？他已经就那么难得这么一次机会了，所以他一定要亲身这样子用手。对，他只能用这个动作来表达说，我今天对你的那种尊敬。说我没有那个时间，因为有的在这边就是他是一个范围，他不能再跨过，所以他只能在这边。所以你今天来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是已经是很莫大的那种荣幸，所以他就是他那个动作已经是算是。他可以表现出来那样子，所以他觉得今天是我的荣幸，我可以用我的手去帮你铺路，来迎接你走这一段。你看他感动的哭，就是他，你现在懂了吧？他跟他们契合，他把他的感情能够表达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会跟你讲，他可以跟天界、地界契合。嗯，好，他们都表达天界、地界都。现在他跟他们神界契合，他能够表达他的眼泪的。因为这位真的觉得心很激动，然后觉得我是何德何能，说我在这一次我还可以看到你，然后帮你迎接这一段。对呀，很多仙佛几千年看不到我，几千年等了几千年，今天看到我这个肉身的了，很高兴啊！几千年等不到我。然后他觉得说，他们要等这么一次机会，要万万年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人天天在一起，然后还把它当成，啊，好像就说哦，我今天有要办事的时候，我才说啊，他是母娘的什么？那平常就觉得他好像是个老太太，又变成说，我所处的角色，跟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都合在一起，因为你原先在办事，或者是说你尊称那位活佛或母娘，那你就要有那种尊敬的心用在平常，而不是说只有那个时间我对你尊敬，你是母娘是活佛，那其他时间就好像我的领域比你多，我知道比你多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然后就一副好像是什么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角度要变成说，我今天知道什么，我讲解给你听，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我是把我所学的跟你说，而不是说我在用什么样的那种态度去讲这件事，还是什么样子，所以那个心是不一样的。听懂了没有啊？啊，懂，懂了吧？嗯，他代表他们的话，听懂了哈。嗯，哎呦，还不错嘞，有趣哈。所以十年前回大姐跟我来的时候，和十年后不一样。换句话，这些年我们自己一直生。生到现在，所以他们现在看我的相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相了，就像你说现在母娘，所以为什么现在都是各地方的堂主来认母了，认母娘，母娘召唤孩子，所以进门就是龙凤居这样子，因为那是你就像你是一尊，你是那个最大最大的，那我今天的坐骑一定要是最大的那一种，所以我觉得我是这样整个五爪。那篇 CD 片后面有介绍母娘无极瑶池金母，是神界女性最高的一个智母，无极老母，无极老母。那观世音乃圆通古佛转世，圆通古佛乃无极老母转世，上面有写无极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你说我还不要轮回，因为这一次完成了任务，不轮回。为什么不轮回了呢？因为母娘已经在上面了，而这次我也要开悟了。每个人你们心里都有一个你的自我，我不能说我来渡你你才要回去，我不是我渡的，是你自渡的，是你自己渡。那么我在人间做见证，我见证一个肉身能够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够？所以见证完毕以后就走了，那换别人来渡啊。这次就是最后一次。为什么说最后一次？因为阿弥陀佛跟观世音一来合一了，有个相面不是合一，你仔细看，把那个它是个阿弥陀佛的白光，有观阿弥陀佛合一了，这是一个他已经决定两个合一以后，就是上师相应法，只要他们的心跟我上师相应法，就自然拉走。所以那天在厦门有个老爷爷病倒，我用双手拉，瘦的
全身都是就没有一根一点肉了，眼看的时间就到了，所以文静一到那天就说时间不久，那我就去看他，就拉他的手，他起不来了，拉他手就准备带走了，大概这几天就要走了。所以你看看，你还需要一个肉身来每个牵引吗？没办法牵了。那那一个呢很好，他知道我，他天天练呢，天天练，问他们我什么时候来呀，产生感应力了，不是非要你肉身到达，他不需要了，产生感应力。所以这是物联呐，啊，一去哇，大家那么多老人家都围着我，好高兴，那个老人家都好高兴，那个眼神都发出闪闪发亮的光。这都是谁的功劳啊？都是佛菩萨给他们的感应力产生了。我就一个老太太嘛，他们只知道我送她礼物，但是那个感情不是一个礼物能够买来的，那个感情那种很深，所以就这样走了。那这一次走完了，那么希望能够走得圆满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急急忙忙把路赶，希望能够把很多地方做到。像这个地方我也想给你们看到什么，可是现在他们来了给你们看到见证到，这一次我这一次来和十年前来不一样。所以就是做见证，很美啊。啊，也许你们说怎么你们台湾都这个样子吗？台湾这种功夫还真不多嘞。啊，也许说你说为什么你不变成一个很大的有名的人不是很好吗？那个时候你就不自在，你看我现在穿这个衣服随便跑啊，是不是方便嘛？你平常你要做什么功德，你爱做就做啊，你当下就做啊。你看这几天你也看到我们这一路跑一路做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是穿上那个袈裟衣你能吗？就像人家的公安说你到你庙里去吧，是吧？赶你到庙了啊，又要叫你拨台了啊，是不是很麻烦了？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们做完了我们就走了。为什么观世音有十大自在？观音的观自在，观自在其中有一个法自在，法随处都自在。像你看这个法就这么自在。假如公安要来赶我，我们又走，就这么简单，很自在。所以要是没有公安了，我们可以聊一聊都是可以的，所以很自在的事情。所以将来看看书，佛经上都有记载，这叫法自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世上做坏事儿啊，如果要是这个法律管不了的话，这个佛教和道教啊可以治一把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因为那个美国人家国家200多年为什么那么好啊？就是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洗。主耶稣每天那个教堂啊都满满坐的，都是劝善，劝你怎么样子突破，使心灵升华。所以到这个圣，我这胡说八道呢，那您说吧。哎，心灵升华，因为你再多的钱买不到你心灵的平静和心灵的升华，还有心灵的感受。哎，所以要心灵的升华快乐，所以提升。好比说我本来是个什么个性，我到现在我已经降服我这个个性了啊，我已经变成谦虚了，我已经彰显神佛，由彰显神佛像主耶稣伟大，让彰显神佛以后，我再彰显了人，学习再彰显人，使每个这个社会一片欣欣向荣，感恩每个人，彰显别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您的眼泪流下来了。哎呀，你真是走得好快呀，你这个速度进展好快呀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我给他照的远远的照一下，你看这两个人照的，两个都脱鞋，我鞋都脱了。哎呦，你懂啊？你脱。我手扛哦，对呀，看哟，好漂亮哈，这手扛，好字好字，拿着扛起，就是好漂亮，水画的，对吧？那个水景，还是繁体字漂亮。
好美，好美啊！哎，拍了没有啊？有，多美呀！你看，云海，寿康乐正过来拍呀，正过来拍呀。福寿康乐，云海松涛，云海松涛，那好美吧？嗯，来拍了吗？拍了。他还照照人呢，有全拍了，全拍了，有都横着来写了，还有哦，要换一边了，要换一边，海纳百川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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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眼呢。台湾朋友跟你照张相好吗？就是我的台湾朋友，跟你照张相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照相。我写个，我写几个字来。哎，好，来写几个字，来来来，快点排好啊，排好，让两岸统一。看两岸尽快统一，海峡两岸是一家。先这个吧。哦。先管台。好嘞，宝，来来来，阿林。能够看明白吗？台湾好友，来台湾人，台湾朋友，哎，特别有纪念性的哟，到这边，哎，到这边来，正的正的照，台湾朋友，北京欢迎你，哦，北京欢迎你，哎，天坛了，天坛啊，哟，我会唱词儿的。零九九年二三，快点，我们来在后面，我们在后面照相，我们在后面照相，来，我们在后面照个相，对，在后面，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来来来，记好，记好，快点，记好，照相啊，来，快点，咱那边好吧，是反的，不在这边，我们在这边，这边是正的，在这边才对，来，快点，快干了，快点，真忙，好，真忙，真忙，老大，你快让导游坐，看得到吗？哎，真的，不，哎，坐，您等，别说，你打一个，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哎，好吧。伯侯，这边要不要拍一下？在哪里拍？这个双龙啊。双龙系珠。没电了，刚才那个阿姨用到没？等一下，人家照，先让进来。画家。